PVC 塑料托盘的应用。二、彩盒可直接用于产品外包装，提高产品销售竞争力。常见的包装方式有纸塑、热塑、高波周吸塑、折叠吸塑、三对吸塑等。吸塑制品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、通讯、厨具、家电、医药、礼品、食品、五金、工具、电子、玩具、包装等行业。